哇，紧接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，在各位的右手边这三位同学是属于蓝队，由我们的思思所带领着大牛还有小丸子，紧接着呢是我们的多多同学还有皮皮，由我们的君君所带领是属于红队。那马上要开始的就是我们的体育竞赛啦，首先呢要带来的比赛项目是篮球比赛，采取抢分制度，先拿下三分的队伍就算获胜。来，一起看一下篮球比赛开始。哇，竞争非常激烈，抢到球的是我们的蓝队同学。哇，进球得分非常的厉害，他紧接着过了中场。哇，也拿下了一分的队伍，是我们红队拿下一分，再进一分，太厉害了！现在我们的比数来到红队的2-1。掌声。